没有你要的破烂。能不能捡破烂？我找人。找人？你是来找亲戚借钱的吧？谁这么倒霉啊？有你这么个穷鬼亲戚。借什么钱？我找唐梦雪结婚，她是我未婚妻。你知道唐梦雪是谁吗？我们唐总啊，可是集团开玛莎总裁的总裁。哎呦，怎么样？哎，王宝贵，这你怎么知道？她可是顶级大美女，刚从海外留学归来，接管了整个集团，整个东江市所有男人的梦中情人。听起来还行哈、啊，我进去看看。哎哎哎，做什么梦啊？捡破烂的？还唐总是你未婚妻？他要是你未婚妻，我还是世界首富呢。加油啊，好好干，能行的。什么跟什么呀？你别以为我套近乎就能放你进去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只要我在这儿，你就别想看见这个大门。起来，沈帅，我们找你找的好辛苦呀。沈帅，东城堵车，我们来晚了。别整这套，在外边要低调啊。这前省大将青龙，东江首富孙泰，我们能进去了吗？当然，各位爷，里边请。你们要找谁呀？找你们唐总，唐梦雪。唐总他不在公司。不在公司，他去哪儿了？唐总去参加李家大公子李海的婚礼了。李海，那不是我老同学吗？沈帅，要不我准备些礼物给您送过去。他当年可是送给了我一顶好大的帽子，背着我和我的前女友梁月搞在一起。沈帅，看来那是对狗男女，不如我去把他婚礼砸了。我自己去。沈帅，我开车送你。不必了吧，你们这样太奢侈，我不喜欢。哎，沈帅，哎，周少，别急嘛，有人啊。哥哥不急，是弟弟急了。想撒谎，你竟然没有穿。哎呀，讨厌，快点啊，我老公也不想快点给。谁放他进来的？保安，给我把这个捡破烂的赶出去！谁捡破烂了？我参加老同学婚礼。你是我哥同学？嗯。哪个同学呀？我叫墨轩。你就是墨轩呀？就是被我哥戴了绿帽子的那个。哎，我听说你不是死了吗？怎么，还活着呢？才死了呢。这几年我就在，算了，不愿意告诉你。墨轩，梁月，好久不见。这么多年不见，你怎么混成这样了？咋样嘛？你不会是来蹭吃蹭喝的吧？丢不丢人？狗眼看人低。算了，懒得跟你们解释。我看这是谁呀、啊？